你会跟他结婚，是因为当初他拍下了你的作品。如果当年拍下你作品的人是我，你会不会？不会。你也不会。云片，你的好胜心应该放在其他地方，而不是我和思清的婚姻上。这设计图没问题的话，记得按照约定给滕立群打款。